在很多领域，中美两国企业已经在产业链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。打压中国企业，最终受损的会是美国企业。希望美方从本国企业利益和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安全出发，尽快取消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压和制裁措施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